你过唔过呀？有少少啦。咁我哋休息一阵啦。好啦。好，走。系啦，你话你琴日都嚟咗呢度。系啊，我琴日喺呢度注册投票啊。但系我哋未到18岁可以参加投票咩？可以啊，喺 Takoma 市只要满16岁就可以投票啦。哇，咁注册过程系咪好复杂啊？不複雜，如果你自己沒有時間的話，都可以通過上網和郵寄的方式來註冊的，很多種方法。哦，那我有沒有錯過註冊的期限呢？沒有啊，11月3日才是選舉日，你可以那天過來註冊，我現在都在這裡說服我的父母過來註冊啊。但是你的父母不是正在申請綠卡嗎？那不是美國公民可以參加投票嗎？可以啊，只要你滿16歲，而且在這裡住滿21日就可以來註冊了。哇，那太好了，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參加投票選舉我們的市長和市議員。是啊，我也很期待啊，11月3日是下個月，我那時候可能有考試沒辦法過來投票，但是呢，我會在10月27日到11月1日這個提前投票期間過來投票。你使唔使我陪你一起去註冊啊？我仲未決定啊。唔好諗咁多啦，快啲去註冊啦。